哎，主播，你这要把挖机开出来干嘛呢？这是前几天我家车库里面进水了，然后我把挖机开上去，免得给弄湿了。今天开好了，给它开下来。这打开，开上来了，好，上来了，挖上了。这几天挖机接到活了吗？哎，这几天一直在下雨啊，没接到活，工地上都成冰了都。哎。我去，后面的杆没固定好。这天地面已经放晴了，放晴的话，工地上、工地上干了的话，就能去干活了。是啊，这几天是啊。哎呀，盖儿盖儿不敢掉，盖儿主要是。